大家好，我叫张哥，我们来看已经有12天了，许多战友们在身体上、心理上开始疲惫了。那所以我想用我的方式来鼓励大家打赢这场战斗。接下来呢，我会自己创作一些海报，鼓励病人战胜病情，早日康复，鼓励我们的医生护士坚持战斗，保持旺盛的战斗力，一定迅速打赢这场战斗，消灭新型冠状病毒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